文化藝遊咧係一個全新嘅項目啦，咁又喺翻呢個油麻地呢、這個中心地方啦，喺個金粟街同埋呢個上街交界。咁啊，今次咧其實展覽咧就即係籌備咗好耐㗎啦，咁啊用咗啲有國內藝術家啦。咁啊，呢個藝術家咧，李鴻軍咧，就用咗紙嚟做咗啲雕塑品啊，非常之受歡迎嘅嚇。咁啊，呢個係一個好嘅作品嚟嘅，睇下，啲用紙做嘅嚇，逐層咁樣整到嘅啦。但係佢最珍貴嘅就係佢哋。咁呢個係藝術家嘅樣係咪？係啦，係啊，李鴻軍嘅樣佢真係做嘅。咁用咗雷射激光做咗之後咧，再用手打磨嘅時間，咁啊好花時間，好花心機嘅嚇。好有趣的作品，我看到有些是水平咁壓扁啦，咁亦都有些是垂直咁壓扁喎。係啦，冇錯。呢度咧就係中間又有著名設計師近利平先生嘅作品啦，有呢個燈箱啦，佢用咗水墨埋油麻地區啲元素咧有介紹嘅。咁中間咧就係另外一個藝術家咧，林玉梅小姐咧做咗面相嘅設計，咁用面相嘅流面相咧就做咗個一個作品啦。用人即係揾人鑽窿啊，花好多種時間同精神啦。咁另外咧就下面呢個就另一個藝術家咧，阿 Eastman 咧就做咗張呢排凳，就俾人可以坐喺度啊，同埋感受翻個社區氣氛咁樣。呢啲排凳用啲咩整啊？都用木啊，同埋啲布藝嘅布料咁樣做啦，係啦。其實咪啲以前而家啲油麻地居民捐出嚟嗰啲？都唔係啊，佢自己再重新再做嘅。哦，冇錯。咁啊，近利平先生就做咗呢批好非好靚嘅水墨畫加現代嘅一啲入埋啲社區嘅一啲元素，包括啲唐樓啊、招牌啊，同埋人嘅生活咁樣，佢做咗呢批作品啦嚇。乜介紹一下呢個？咁就我哋個主題叫做霓虹啦。咁就其實係用啲 computer graphics 啦，咁就加埋啲字啦，做啲 motion graphics， 咁希望即係用翻油麻地嗰啲即係好多霓虹光管嘅嗰個概念咧，就放翻喺嗰啲文字裏面。咁裏面咧我哋呢度有差唔多有十段片嘅，咁我另外就有兩個 partner， 我自己就做咗六七段片，咁佢哋另外有兩三段咁樣，咁就會即係不停咁樣碌住咁樣播。咁就主要係用咗嗰、那個呢、這個 container 嗰個外牆啦，咁其實因為你會睇到咧，呢一段咧而家就係用文字為主嘅，咁有啲段落咧就係用一條一條嘅光柱咧，就好似啲霓虹燈咁樣，就用翻嗰、那個貨櫃箱嗰啲直線條去做啲motion 咁樣樣。咁而家我就見到油麻地呢三個字咧。咁呢個係其中一段嚟嘅，就係、是用油麻地三個字，再加嗰啲顏色啊、光影去做一啲變化，做一啲好似 graphics 嘅嘢。咁其實呢段咧側邊你會見到咧，嗰、那個箱咧嗰、那個其實呢度有十個箱到啦嚇，都有啲顏色喺上面嘅，就係、是、配合翻每一個油麻地嗰三個字嗰三種顏色嘅。咁其實。之後有其中有啲段片段咧，都會用嗰啲箱係做一啲投影嘅，即係可能十段裏面咧，可能有某兩三段咧係同個箱有關。OK， 用咗幾耐時間去創作呢、這、一個？我自己嗰幾段就應該大概一個月或者個半月到。即一路就即知道呢度就會用個貨櫃箱去做個即係載體咁樣，咁就一路諗下基本上我哋即呢一次就係、是、個概念就係、是、即除咗用霓虹嗰個概念之外，就係而家外國好流行咧做啲叫projection mapping 嘅，即係用投影，但係咧就射落一啲物件度嘅，即係譬如個貨櫃啊，或者係嗰啲紙箱嗰度。咁我哋就即係諗住今次就係用呢個概念，就加埋同嘅
自己嘅一啲可能 idea 咁啊加落去咁樣。嗯，我想問咧，用霓虹咧，點解用霓虹呢一種嘅裝置嘅？即係用種嘅手法嘅？因為即係總觀油麻地，即係周圍都好多霓虹招牌，咁同埋都係香港可能油麻地啊、旺角啊、尖沙咀嘅一啲好特色嘅標誌嚟嘅。咁就同埋因為個 projection 主要係光同埋即係黑白嘅一啲對比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嗰個霓虹光管係最適合喺呢一個設計裏面，可能係。咁所以就用咗呢個主題。嗯 ，OK， 好，唔該曬。多謝。藝術家設計師嚟嘅，咁就叫做David Low， 咁佢今次就自己嘅作品喺呢度啦，同埋佢班學生啦。今次其實我哋都聯同咗呢一區啲中學，咁啊同啲我哋嘅導師一齊合作，就做咗一批唔同嘅作品，就關於社區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借助個社區經驗咧，等我哋親自落去地方考察，同埋去做啲實地嘅研究，咁樣揾出呢個地方趣味出嚟。咁啊，唔好成日坐喺課室啊、上網啊咁樣。咁我希望大家可以睇到多啲唔同嘅展覽嘅元素㗎咯。咁我見到呢度有好多嘅相片，例如話見到有街市啦，有市集啦，咁亦都有油麻地嘅天后廟啦，咁亦都有廟街啊等等呢啲地方。咁其實都係老師帶學生嘅。这个考察或者参观的结果来的。没错，加了。那我做得很好的，其实这棋呢很有趣的。比如这些玩谱棋呢，原来呢是不是街名来的。那街名呢，那在下面反转呢，见到有块玻璃下面反转呢，就见到条街的反射。那见到街名咯，那是有一副棋来的。那些同学仔中学生做的，那他们用了各种元素呢，做了副棋出来。因为看得多他都用树头呢，見得多啲阿伯咧、阿叔喺度捉棋啦，我就攞呢個大啲嘢出嚟咯，咁有幾好玩嘅。呢個棋嚟㗎？棋嚟㗎，全部棋嚟，成副棋嚟嘅。係咯，有趣啊！咁嗰個你好得意喎，因為下面係啊，呢個就啲又或者地區嘅地面貌咯，有街道啊咁樣。咁上面嘅個天台變咗副棋啊，棋盤咧。